歡迎各位回來繼續收看我們劇場會客室，我們今天的嘉賓是 Alice 劉雅麗小姐。 Hello, Hello Alice, 又談過了，又談過了，很開心跟你談話。我知道你是香港的演員，但是你很多時的演出不是只是在香港的，你會去過世界，其實很多地方都去過的，甚至我知道你愛爾蘭你都去過。那我很想知道通過你不如解釋或者介紹一下俾我哋知道咧，譬如你去外國嗰個表演嗰個情況係點樣，嗰度啲觀眾佢哋係點樣嘅反應啊，同埋你見到嗰啲當地嗰啲唐人啊，嗰啲文化咁樣，佢哋點樣睇我哋香港人嘅表演啊？去到嗰度，我想知道多啲呢啲嘢，你講俾我聽下。嗱，我做戲咧就唔係話真係去過嗰啲地方，你知啦，《新傾城之戀》大家有 tour 過啦，我哋去過上海、北京啊、多倫多、紐約、咁新加坡我亦都做過幾次戲，演唱我就多啲，因為我唱歌嘛，咁我好多地方都去過，即係愛爾蘭嗰啲都去過，澳洲啊、英國啊，全部都去過曬啦。咁就美國啊、Vegas 啊嗰啲全部都有去過。咁其實我覺得外國觀眾係比香港觀眾更加容易接受嘅，即係更加佢哋更加熱情，佢哋好容易好投入。始終你知道大家出到去外埠演出，主要的觀眾都是一些華人市場，一定不會是外國人來看你的了。反而香港間中都會有外國人來看，因為香港外他當他很想來接觸一下你香港的文化藝術啊，他或者會來粵劇，他們都會去看一下，是啊，反而有幾個，但反而去到外埠就反而外國人就比較好少的了。但他們多數就很投入很熱情咯，還有他們會是因為他們很渴、你可以這樣說，其實尤其是戲，可能演唱的人都還是多很多不同的，很多人很多時候他們有接觸很多的演唱會，很多香港的歌星都會做演唱會，但戲來說他們就很渴求咯，尤其是在新傾城之戀，我們可以這麼大班人過去，一個這麼完整的戲，有完整的佈景，所有東西都是咁豐富嘅，佢哋係好少可有呢啲咁嘅製作睇到咯。咁佢哋就會係好熱情，即係 stand up applause。香港唔好少會有 stand up applause。係最 interesting 嘅咧，就一次去北京。去北京咧，因為有一次我哋都係用翻廣東話做戲，咁我哋去上海、北京都用翻廣東話做戲。上海反而問題唔大。上海或者接觸香港文化多啲，睇得港劇啊，或者聽得廣東歌多，咁咧就你 feel 到啲觀眾係識聽廣東話嘅，佢哋唔使太依賴字幕嘅，因為你聽到有啲笑聲、有啲反應嘅位置咧，同香港做緊嘅時候觀眾會識笑嘅地方係一樣。咁咧，但係就最好笑就一次去北京做《傾城之戀》，咁啊成個係全院滿座，咁但係咧就做完上半場。好似好靜咁啊，下面好似冇人坐喺度咁樣，係靜到好緊要。咁我哋一中場休息，我哋班演員入到嚟，大鑊啦，死啦！佢哋完全聽唔明啊！一啲我諗佢哋一啲感受都冇啦個戲，即係但係佢哋一定佢哋交流唔到咁，係啊，好似交流唔到咁，佢哋一定好唔中意，即係啲佢哋都睇唔明啦咁樣，咁樣咁冇辦法啦，我哋都要繼續演噶啦，俾心機咁做好佢噶啦。但係好 surprise 地一謝幕，導演一上嚟謝幕，導演講嘢，佢哋係又係 stand up applause， 個掌聲係如雷啊。然之後佢哋仲要話：你們要再來，好熱情。你哋要再嚟啊咁樣。咁但係原來北京觀眾係好奇怪咯。佢哋可能佢哋真係對廣東話完全聽唔明，佢哋可能好要求好依賴字幕，但係佢哋就用一種佢哋唔係嚟享受個戲，佢反而有到學術研究嘅感覺嚟睇呢個戲，嚟學習嚟吸收。佢哋好想有嗰種興趣，你香港會係點搞啲乜嘢咧？搞啲乜嘢出嚟俾人睇嘅咧？點樣搞法？佢就會係咁樣睇嗰只咯。佢就唔係咁，然之後但係佢未至於 critical 嘅係咪？你覺得佢如果佢 critical 佢又唔會最尾個反應係咁大喎。咁當然亦或者可有可能北京好多學者佢哋又會欣賞得戲你嘅戲嚟，又會有好多critical 嘅嘢。因為我哋之後會同一班學者咧，即係嗰邊嘅戲劇家啊、評論家一齊會坐低開會，佢哋會俾翻一啲評論啊、comment 俾我哋嘅。
咁就好驚奇咯！嗰次係，嗰次係好驚好驚。大家班演員中場休息入到嚟，好驚死啦！靜嘤嘤啊出面。咁但係就諗唔到個反應又會係咁，所以最感覺最奇怪嘅就係北京觀眾咯，俾我感覺係咯。哇！嗰下真係冷同熱係爭咁樣，零同一百咁樣係嘛？完全諗唔到，真係好。但你會你哋好開心嘅一定會。係嚇，真係係因為有個 shock 喺度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完全諗唔到。嗯嗯，咁其他國家或者城市嗰啲觀眾咧，會唔會東南亞啲仲特別熱情嘅？東南亞嗰啲特別熱情啦，佢哋反應特別熱烈啦，開心啦。係，佢哋容易投入，其實香港觀眾係最 cool 嘅，不論係睇演唱會又好，睇戲又好，個觀香港觀眾幾 sit back。看你給什麼給我，或者香港也都觀眾是最挑剔，因為太多好東西看了。嗯嗯，沒錯。那變成香港觀眾的 choices 很多，其實香港觀眾很幸福，有那麼多戲，那麼多東西看。那變成他們其實是你過到香港觀眾的關，其實出到去都沒什麼，好像木人行那樣，沒什麼問題的。但我自己試過一次很奇怪，我就去到 Island 愛爾蘭唱歌，我就即係你發覺你都幾為中國人驕傲，因為你去到邊度都有華人嘅 society， 都有佢華人嘅社群，佢哋亦都做得好好。咁但係我最到 Ireland， 我都估唔到愛爾蘭都有咁多華人。咁佢哋有個婦女會請我過去唱歌，咁我就聽到一樣好 funny 嘅嘢，好笑。咁就婦女會啦，即係成班係太太啦。咁但係然之後佢哋就同我講，佢哋就好幾有錢下，我估佢哋，因為佢哋好似打麻雀打好大啊 ，shopping 啊咁。咁然之後我同佢哋飲茶嘅時候，佢哋就講：啊，冇見過啲 husbands show up。嗯哼。咁我話點解咧？翻曬大陸啦！唔翻嚟 ，desperate wives 嚟嘅，desperate housewives， 咁所以佢就系咁使佢老公啲钱。哦，好开心喺嗰度。系啊，佢老公又话去大陆做生意，一去不返。哦，佢哋本来系咩人嚟嘅？佢哋系国内嚟，一定系香港嘅人嚟？我谂好多唔同都有咯，真系香港仲要去到咁远。但系佢哋嗰啲可能已经去咗，唔係呢十年八年去，可能去咗廿幾年、卅年喺嗰度生根噶啦。咁但係好笑咯，咁所以啲女人就好豪使佢哋老公嗰啲錢咯。咁我聽到呢樣嘢，我係覺得好好笑。補償嚟嘅呢啲。係啊，我覺得好好笑。所以好多啲佢哋係咁長長都買飛捧。係呢個外國呢個 experience 係最得意嘅。咁啊係啊，因為如果唔係佢哋就成日去 pub 噶啦，愛爾蘭。係啩？我唔知咯，係咯。就是這樣。那你今次你會去多倫多呢，你有什麼期望？沒什麼期望，有什麼不用有什麼期望。那個場我做過的，我以前去演唱過，其實是一個賭場裡面來的。那就我經常做show，我不會有太多的期望，我只是會做好我自己的事，觀眾反應我控制不了。當然你跟我有溝通的時候，你覺得感動的時候，我是最開心的。但我不會說，我很少去做戲會說我 expect 會有些什麼，或者 expect 會不會拿到獎，expect 會不會啲觀眾很厲害反應，我不會想這件事。我多數做戲都是用心做了它，做好了，即是我們做好了自己的事，有些後面來的事大家不會知道。是啊，但最猛就是失聲的，即是不失聲的話，我有試過幾次，真的會很猛的，是很猛的，即是要 condition 保持得好，盡量做到自己最好的事出來，我就覺得很滿足。是 OK。 那你去過其實哪幾個國家，即是如果做戲講戲來的，剛才你說做戲我不是很多啫，做戲不是很多。美國啦，即係多倫多、紐約啦，上海、北京啦，新加坡啦，都是新經典之戀嚟嘅。新加坡不是，新加坡做過麗花皇宮啊，係啦，同埋曼珠沙華，係啦，係啦，都是啲唱邊唱邊做嘅戲。係啦，係啦，係啦，係啦。我想很多人揾我都係做呢個，有個角色需要唱歌。係，我下一段我就要同你傾呢樣唱同演嘅。好。陣間翻嚟再傾。